边很骚啊，这边不是骚，你摸那个很热，烧热烫要怎样用？喂，这边很烧还是很热？美女，你帮我想一下，我这一支影片要怎样才会变到超过50,000 view？很容易，大家记得守住这个 vlog 去戏院的吧。前几集就我有看到很多人留言说 I'm the clickbait king， 我看了我都觉得你不知道是爽还是不爽。哎呀，娜娜，他们讲我是 clickbait king， 你有什么想法？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的图片外面放照片，然后内容是一个照片，我会 clickbait king 吗？不知道。中学生想什么我都很直接讲主题嘞，是不是？还好。好了，我们下去看一下啦。这里瀑布，明明 clickbait king 都不是我。这一集影片我没有放 clickbait， 所以看他们会有多少个 view。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脸的问题啊？怎么很帅还是吗？不是，因为他没有 focus 你啊， focus 后面的人。怎么还不进攻？ OK， 现在。Peace， 大家好，我是 Rambo 阿宝。大家好，我是阿白。各位。Hello， 恩姐，恩惠。Hello， 大家好，我是恩惠。Skirt。奶奶。你关掉了。在，大家好。你讲。自己讲话这样为人。好了。奶奶，刚刚你不要放我。怎么嘞？没有化妆。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我敢放吗？因为我没有化妆也没。只有我美。要对自己有信心。可以给我高标一杯。这边呢，就是很多人还对着镜头很不好意思啊，大姐。好了 ，By the way， 我们有数字牧师。OK， 现在呢，我们呢就是来到了17里西布兰这一边，我们是要去西连啦，所以我们从古今一路驾车就是要 on the way 去西连，然后今天是假期啊，不会今天是什么假期吧？校长讲假期不是假期咯，晚上我们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 order。喂，这位老板，别啊，不要，小姐，我已经 order 了。今天是什么假期？阿公生日，所以呢，今天的假期就让我们。我知道我是故意的，所以我在想，爸爸生日是昨天呢，哇，怎么今天？哦，对，我们的爸爸是9月9号生日，今天的日期是9月10号啊。也顺便一下回答大家的问题，我在网站上面有看到各位朋友的留言啊，比如说开头影片的效果不错，还可以注意一下在想什么那个标题。我方便看 GD 了。GD，GJ，我是不喜欢 GJ 歌啊，我很喜欢 GD， 好歌好听，只是我不喜欢什么。喜欢跟不喜欢有什么不好吗？他再去韩国，我再去美国。少龙跟你讲，等一下很多人讲你啊。那我们陆陆续续还有很多的远了一下啦，看看一下我们这一边西部兰的风景，然后我们就直接过去了。老板，这里的篮球场没有了。有。哪里去？哦，还有啦，做盖啦，做盖。哦 ，OK OK， 谢谢你。原来这个篮球场我还以为已经没有了，因为这边存在着很多年轻人的童年回忆。以后打篮球不会太热了 ，Check it out。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一个 Serian 必到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 Ranchang 瀑布。但是在这一个瀑布呢，我们就没有玩水了。在之前我们有看到很多的路途，他们都正在做着很多的高空架啦，那些马路的工程呢，都把那个马路给弄到很烂。当然了，这一个很烂最主要也是希望有新的马路要出现了啦。有 OK 恩宇，你对吗？对，我对吗？他在打电，我们进去里面看啦 ，Let's go！ 哇，很多人玩水，你看，不是玩水，是正水，不是正水而已，是净水，还可以继续往上面爬，有其他的玩水的地方。刚才你帮我拍的照片，你 A 我一下 ，A 我一下，我一直在 A 我 ，A
AirDrop。好啦 ，AirDrop 我一下啦，因为 WhatsApp 我那个包会变小。你不要 W 我。啊，你不要 W。不要，不是，你应该不要 What 我。妈，这照片你可以 A 我吗？不要 What 我。啊？你刚才拍的照片，你不要 What W 我。什么叫做 W？ 什么 What？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WhatsApp 我啦。啊 ，WhatsApp 我，我都有申请 group 啦。我不要 What， 那你 V 我啦。啊？WeTransfer 好过 What 我啦，可以 Let's go Let's go， 下一站。Oh by the way， 恩宇，他们讲我是 Clipback King， 有什么高想法？我是 Cover King， 不是要啊？还有一个留言呢。啊，成年过后谈恋爱，除了家人可以管，其他人自由资格管吗？啊，我不知道，你要吗？这样的主题下一集是了，我们看一下。那这个主题你 OK 吗？其实哈，中学跟小学考核成绩是一定要的，不要像我这样啦哈，是没有考核成绩，因为哈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前途，真的。现在哈做什么都要看成绩哦，不是吗？啊，有一个不用看，你可以做 YouTuber。这个跟考好成绩跟 YouTube 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学生想什么的时候讲了哈。这个我们做 Q&A 啦。好了，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影片呢，恩宇，你可以帮我回答这个问题吗？那有用的是什么呢？二整 cover 无聊的影片是这样。你可以反应一下吗？这个才是无聊。OK OK OK。那不是无聊，那个是好笑。没有，真的是无聊。我刚才这样哎。很像韩。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有讲到 Canon Sky， 能分享爬山的行程吗？是指住宿费用。啊，我就在这边回答你啦，因为我真的很少检查 Facebook， 最近就是在 edit 了，还正在剪着的。OK， 希望大家会尽情的留意，也不要忘记呢，就是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啦。所以你们可以不要玩吧。你可以看轻功水上漂。这个不带可以send给我吗？哎，不是send给我 ，AirDrop 我，给你们看刚才恩宇那个画面啦，转个身。OK， 给我看，给我看。现在我们来到了西连的巴萨，就是 market 这一边，通通呢就是卖动物的啦、植物的啦，全部基本上都是吃的。哇，那我本身呢就上来这边的话，都会来这边经过看看，然后把这一边的情景呢也介绍给大家看看啦。Let's go！ 咦，很特别。啥？可多啦，可多啦。耶，马盖来。哦，蛇瓜，乜种乌兰哦？啊，南方嗰啲蛋蛋。哦，你谂咩？自家做工啊？自家做工噶。不开还要嚟啥做么？OK， 咁样嘢啊。红毛榴莲。对，啊，那个是 Durian Blanda， 红毛榴莲。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看过红毛榴莲呢。Durian Blanda。他喜欢这样的。这个阿布拉哈，弟弟嘞？哪里？哦，看到了，安迪。从赛道台下阿里啊，阿里阿多卡尼。来沙拉瓦一定要吃的就是榴莲花 ，favorite dish。Yes。哎，最近你很少拍影片，因为很少剪接。剪辑右上角啊，全部都是他介绍美食的 series。榴莲花好吃。安迪卡尼，嘿。一万人。一万人啊。超多力讲，要80%效果卡我呀。安迪，你刚刚买菜菜来干啥？哦。做嚟黐集先，做五粒嘅就10蚊，有五粒嘅，咁点啊？安啲咁帮阿妹。哇！阿李安多一般人又系有讲卡杯，矮唔有讲一般杯，你系卡烟啊？咩卡烟？一般人。哇！也是一万人配合个卡杯，你好怀疑死呀嘿！怀疑咁样哇！在整个西连市镇呢，要么就是土著马来人，华人呢基本上都会讲客家客家 boy。哦，阿班巴嘞！哎呦，这一种水果呢，我就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但是它的客家话是叫姜比啦。啊，真没得，真不大哈。哦，怎么说呀？
怎么的，你吃了它的肉，然后它的种子你也是可以吃的。嗨 ，Hello， 你好。这边好像不流行纸包鸡的，就好像我们在前几集呢，那个鸡是用纸来包做的。点击右上角了，看回之前影片。好了，我们现在差不多了 ，Let's go。Alright， 现在的我们就是在回家的路程，我们经过十里的老巴沙这一个地方。嗯，来喝水啊！你们可以走路快一点吗？这边。哎呀，我不小心forfeit掉我的卡。真的？假的？现在在水里啊！问题啊！问题是我真的掉我的。等一下。好啦，那这一支这一片呢就拍到这边了。各位有什么要补充的，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这样拜拜。follow 我的 YouTube， 跟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看我的倒数。所以就是这样子啦，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也欢迎大家呢提供我们更多的宝贵的意见呢，就有可能出现。江湖人说我喂，所以你们宝贵。江湖人说路遥知马力。好了，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了，就是这样了。Peace。太多事情困扰。喂，这边很烧还是很热？讲这边很。你看那个水很烧，等一下讲。这里的水很凉还是很冰？就好。没有，水是冰的。水不是冰，水很冷。凉是温的。你有听过凉奶茶吗？那是冰奶茶、啊。喝凉茶不是吗？